持學學校位於沙田圓昌里一號，依山傍水。除了附近的風景很漂亮之外，其實慈航學校入面都很漂亮的。所以由我五 A 班梁文希和我五 A 班何子晴為大家介紹慈航學校啦。Let's go！ 慈航有成七十幾年的歷史，在咁多年當中孕育了很多學生出嚟。他哋由以前細細粒天真無邪的小朋友，而家個個都長大成人，在社會上有不同的角色和地位，為社會作出貢獻。例如我們現在的校董和家長，很多都是曾經在慈航學校的學生。是啊，經過七十幾年的變遷，慈航依然都是慈航，但是慈航的環境就變化不少了。先由慈航靜院搬至現在的慈航學校，再每年有不同的加設和重建，學校環境也都越來越先進和富有科技感，在近年更加更上一層樓，在學校重建裝修了很多的地點，令學校莊重得來又不缺時代感。以下就等我們為大家介紹下現在的慈航啦。首先先介紹我們學校的大堂。平時各位家長來到這裡就是在這裡登記的了，還有同學仔回到來都會在這裡做消毒。這裡擺放了我們歷屆的獎杯和獎牌的。有沒有你的？有，也有同班同學的。那我們都去看下一個地方啦。先帶大家來到我們坐落於籃球場側，外有清靜綠化的閱讀茶座，內有舒適環境的佩榮圖書館啦。圖書館裡面有兩萬幾本圖書，種類繁多。不單止這樣，還有兩個閱讀機械人小韓和小慈駐守在這裡。我們以科技配合閱讀，提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，加上平日的閱讀活動，全方位推動了慈航的閱讀文化，提升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。在圖書館對出就是我們的籃球場啦，我們就是在這裡上體育堂大展身手啦。籃球場側面還設有環形跑道和直線跑道，提供多項田徑訓練給各位同學。慈航都一直十分注重環保，因為環保在課業外都是對社會和地球的一種責任，所以我們學校在校舍設立了一個小圓譜，這裡總共有三個區域。小圓譜共出產超過二十多種的有機蔬果，期望學生在新農的種植過程當中學識珍物惜福。梁文希啊，你最喜歡什麼堂啊？當然是英文堂啦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英文堂實在太好玩了。英文堂我們可以來到 English Room 站堂，這裡有充足的英文學習資源，包括有趣的書籍和副教性的遊戲，平時老師會在課堂和我們做戲劇和做實驗去學習英文，大大地提升我們對學習英文的興趣，有同時充分地發揮每位同學的潛能。在一樓還有今年剛剛重新裝修完很有氣派的禮堂，這四塊牌坊是我們慈航的金句，提醒慈航的學生要做一個三好孩子。禮堂裝修了之後，設施比以往更加完善，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更莊嚴和清靜的學習環境。考一下你啦，何子晴，你知不知道這間課室是什麼來的？你考我智力還是考我視力啊，梁文希？他大大隻字裝著好粒咯。那你知不知道它有什麼用途呢？當然知道啦。為了配合 STEM 的發展，本校設立了 CoLab， 即是創科中心，讓同學進行不同的 STEM 活動，例如編程、模型製作、無人機飛行課程等等，令每位學生在堂內堂外都學習到科技和科學的知識，提升創意和解難的能力。完全正確啊！不單止咁 ，CoLab 入面仲有一個驚喜添，就是這裡啦。這裡是我們最新的校園電視台，配備了攝影燈和各樣攝錄儀器，比以前的電視台更有時代感。跟住就是到我們的音樂室了，音樂室裡面設備齊全，設有電子白板和不同種類的樂器。這裡就是我們的試藝室，我們還可以在這裡看到學生林林種種的作品。我們在全校每一個用於授課的教室都設有一塊電子互動白板，
電子白板可以取代舊式投影機，解決了學生經常因為反光而影響視力的問題，而且還有互動功能，不再將學習局限於紙張上面。在新一個世紀，我們應該更加好好地利用科技進步帶來的好處。來到亞洲了，何子晴，我要飛了。蛤？你要飛到哪裡去旅行啊？不是，我說要外飛了。慈航配合航空課程感夢飛航計劃，設立了這個以飛行 STEM 科技為主的感夢飛航室，入面提供了蔡先立172小型飛機、極高象真度的飛行模擬器，從儀表板到每個開關掣都按照真實小型飛機來設計和組裝，再加上這個180度的視野，真是讓學生體驗到超逼真的飛行駕駛。在感夢飛航外面就是我們的國學中心了。由2021至2022年開始，學校就展開了兩年的傳承國學、知情意行的計劃，透過多元化、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題的活動，教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。是啊，所以我們今年就興建了國學中心。國學中心不單止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環境給同學組會、上堂、運動、小息，還可以令同學透過這些多元化的設施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興趣。其實慈航學校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和事物等你去發掘，這個就留給你們發現了。